出生条件、家庭我们不能选择，但是我们可以选择自己未来的路。我们越努力，我们人生就会越幸运。因为你一无所有，证明你以后有无限可能。你应该感谢你现在的生活环境，比起城市的人，你更幸运。相信你自己。我叫南婷，我就读于西安文理学院，今年大一。5年级的时候吧，爸爸受伤嘛，妈妈不在家。过了3-4个月不久吧，就是弟弟眼睛就灼伤，就上眼皮灼伤了，就差点伤到眼球，就住医院住了2个多周吧。然后还没有半个月，奶奶就从地里摔伤了，然后就是。胳膊是粉碎性骨折，然后身上都出骨折。那段时间就是家里也挺难过的，自己整个人心情都不好，感觉都抑郁了。自己能干的就自己干了，就尽量不给他们添麻烦。你想我隔户那爸吗？我都我管。在外头打工，顶板吊石都塌断，塌的是个斜坡，一去顶是一别，那个石头擦的还流汗了，塌在这腿上，当时就塌断。后来咋说？从医院出来，兰亭11岁，建贵才是4岁。我这腿疼，送两个娃上学都不行。两个手拄拐子上送娃上学都不行。回来隔半月回来尽管一次娃们，尽管娃那个时间就把地种了。这冻地冻寂寞死了，把这地翻开，自己走一段时间要歇几天。主要是害怕潮，害怕水进去发炎嘛。他尤其那个螺丝在外边儿。随着那螺丝跟着就能钻回去，好几次都发炎了。从小跟我弟弟一样，我都特别恋我爸，就特别喜欢他，慈父吧。兰婷是个很懂事、很听话的个孩子。自从他念到中学以后，我几乎就没管他。自己从洋地走回来，十几里路呢，都是他自己走上走下，自己走回来，就不用你操心。我这么大，我也觉得我帮不了家里什么，但是这样一个家庭，我也不能怨他什么。然后是我的父母，是我的亲人，我就觉得我应该努力，就是。尽量让他们以后不要过得这么辛苦。记得小时候还有更多的事，还有时候妈到山上吧，就比较那就比较远了，有时候早上去，下午才回来，那种就真的在山上奔波了，那种感觉虽然说累是累一点，但是感觉也挺开心的，就那种，因为跟家人在一块嘛。我叫徐杰，西安医学院药学院1年级。好，可以，差不多。大了不用睡哦，大了我就给活减小一点。辛苦了。趁是舍友，我们开始聊起小时候。我说你们抓鸟窝没？你说我们那个没鸟，都没有鸟，哪来的树？哪来抓鸟？然后我说我们下河趟个水没？然后人家说人家在大河都下不去，咋能玩？然后突然我想，我说你有没有童年？然后我童年就那儿啊，啥都不干嘛，就是在家玩嘛。才发现，原来我们那种童年跟他们的真的不一样。之前还是很有自卑的，
然后比起别人的家，还是说别人家特别好的时候，我自己还是说还是就自然的就那种回避，不愿意谈起那些事儿。以前穷是苦，在他想上小学的时候，到一到上学的时候，我们就闹着他没学费，就是他亲戚去借，或者是给老师示好话，他就记得不了，他爸就借钱，借钱凑他上学。他上小学的时候特别认真，我们都睡了，他还不睡了啊。今天老师上的课，他把今天的课做完，是明天要是上啥课，没有老师没上之前，他把这个课就毕了，他就会了。等老师给他讲的时候，他已经会了。爸爸，啊，就是这。壶盆烂，我给借一坛的壶盆就行了。高中吧，有一次我爸上去找我，然后租的房子嘛，我爸也没有提前跟我说。当时我是12点中午放学，但是我爸一早就上去了。我爸一个人就在房子外边，然后就铺着袋子，然后就在那睡，那么冷。不可以给我打个电话，我立马过来把房子打开，你进去睡在床上吗？然后人家就来一句，没事，害怕打扰你学习了。慢慢的，其实我感觉我不比别人低。我家就是这样，咋的？我爸妈给我的爱没有少过，不比你们少，甚至更多。陕西山阳县群山环绕，距离省会西安大约2小时车程，地理位置在秦岭南侧，因而得名山阳。早在2000多年前，战国时代，山阳正位于秦国楚国交界处，兵家之争。现今耳熟能详的成语“朝秦暮楚”说的正是这里。兵荒马乱时局，老百姓夹缝求生，早上可能是秦国人，到了下午赶紧再换回楚国衣裳，说起楚国话。古代人真实的生存哲学，而后更延伸发展出能够共同生存的商业经营智慧。坐下来商量，有钱大家赚嘛。哎，不能说官家坐牢，民家不坐。所以呢，我们坐下来就商量，我们把一天划分为2个时代。上半天，我们的生意交给北方的货物往南方走；下半天，南方的货物往北方走。所以呢，就出现了一个朝秦暮楚了。这就形成了一个标准的一个商业规范，把漫长关的生意啊，规范的是井井有条。古代山阳是南北水路陆路的交界，北方罗邦和南方水运各自在此建立商会。现今修旧如旧的两座戏台隔着一堵墙，对应各自商帮会馆。曾经酬神的舞台上轮番上演南腔和北调戏曲，南腔北调在此传达的是古代商人竞争中彼此尊重的哲学。先唱南腔，后吼北调，您方唱罢我登场。哎，这是南腔北调的第二重意思了。那么第三重意思呢，就是好戏连台，相互的良性的竞争和激励。南腔先唱啊，他一唱出来，北调就在听啊。哎呀，他里面有哪个地方非常精彩，我要把我最精彩的一面展示出来。所以在这儿同台竞技的话，我们就能看到好戏连台了。随着时代推移，受限地理环境，山阳县成了国家贫困县。如何脱贫奔小康？此刻中国大陆正以举国之力对口援助，精准扶贫。举目望去，山阳县城大兴各项建设，急起直追的步伐中，2018年8月，慈济志工实地走访勘察，针对扶贫关键所在的教育和医疗卫生建设，提供实质帮助。贡献回馈还是回馈在山阳啊。一共几个？12层。12层。地下1层。哎，地下一层。地上12层。12层。一共13层。13层。我们收完工，搬进去大概就是7月到8月，这就能完工。它的那个楼再改造一下，这样子。再连起来。哎，弄一块。
3万3千块。不是，这周边群众来医院就医了，方面条件也改善了，这个啥去病源也要增加。有一个学校呢，周边就可以带起来。外边有200多亩地了。那你现在自理了，自理是要改建吗？这里将来下一步肯定就要改造了，因为这儿有空地，将来肯定要改造了。要改造。好，所以有这么一个幼儿园，那是相当理想的哦。有两种建筑物不能倒嘛，绝对不能倒。医院。一个是医院，一个是学校。是。对。医院就救命的地方啊，嗯嗯，你这个灾难来了，你救命的医院就是医院，嗯，医院倒了，你谁来救命啊？所以医院不能倒。第二个是学校不能倒，因为避难。对的对的。要往学校去避难。而且小孩子的事儿是最重要的。对，不能倒。所以这个学校不能倒，医院不能倒。那我们幼儿园呢也是一样，质量一定要严格。对对对。好，这个肯定，这个我们是必须的。孩子的希望在学校，社会的希望在教育。情绪要管理得好，就要从幼儿开始。所以说，幼儿养性。慈济援建第四幼儿园教育项目，预计2019年9月完工启用。未来将可让540名小娃儿背书包上学去。将来建成之后啊，可以带动整个县城西片群众的小孩上学问题，同时啊，还能解决农村贫困人口、近童、落户群众的孩子上幼儿园的问题。此外，慈济更带着近20年贵州、甘肃深度扶贫经验，投入资助并陪伴在西安念大学的山阳助学生。省会西安受惠“一带一路”战略，得天独厚，成为丝路经济带的起点。这座寂寞已久的13朝古都正重新热闹起来。拥有千年历史的大雁塔，存放着唐朝时期玄奘取经的历史文献。塔前立的塑像，正是曾走过丝绸之路的玄奘。如今的西安，观光、高科技产业快速成长，经济崛起却也迫使越来越多人思索人生价值何在，重新定位生命坐标。这个平安吊饰，30个人分成15组，2个人1组，因为还有一些要留下来验收的嘛，看你打包合不合格，还要有几个师兄负责把打包的物资好了的话要拿去摆放好，所以可以做到很温馨。穿深色的衣服，穿深色的衣服。饮水药丝源，武功服装，装武功服装，点了人家给底菜了，轻轻的靠着线就好。好，请孩子们把心安住一下，我们来听一下音乐前奏，静一下心。慈济助学理念不单单给予金钱物资，更引领助学生以奉茶感谢亲恩师恩。请奉茶，深情。不一样的慈济人文带给与会的父母和师长印象深刻。将杯中的茶饮尽，那是孩子们为我们准备的一份暖暖的茶。就这短短的几个月吧，变化确实挺大。人际交往吧，说话吧，他有时候主动会跟你说话，还有你让他回来帮爷爷做这个做那个的，洗脚洗头了，洗衣服，床上东西，确实变化挺大的。接下来我们欢迎申一万、徐杰、
志工更邀约助学生亲身分享大学新鲜人经验，鼓励在校学弟妹勇敢朝梦想前进。到了大学之后，发现会完全不一样。在一个陌生的环境，你必须要有在很短的时间内去适应大学生活。对我来说吧，我可能高三时候也有那种压力特别大的时候，我基本上选择的方法就是运动。先吃苦，后才会尝到甜头，因为有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。我始终相信有付出就一定会有回报的。谢谢大家。好呀，这小伙子长得快得很啊，比夏天的时候长高了好多哎。长得舒汗，给我爸帮忙干活。哎，你挺厉害的吧？昨天晚上拿出来，我还不知道装了些什么，我爸把一个捡出来的，这东西好多都够用一年了，像那些。这个挺暖和的。宽大里面还可以加衣服。哦。给我。有点宽大。宽大。是老平，我们把它回收回来，然后经过处理的话，就可以做成这样的衣服。然后你看还有围巾，嗯，也很保暖。你的也有吧？有，在这儿。你的有呢哈，来看。这是像红色的。红色的。对。现在已经是整体归位的箱子，都已经归位了。我还没有试呢，昨天晚上我爸跑进去试，我还没有试。那当时是留着师傅来了试的。哎呀，很精干，合适，看着还很时尚。合适的很。这是姊妹服，一个是绿的，一个红的。对呀、啊，你这个确实不错。他们现在时髦的是买亲子服、姊妹服。大小应该还好，大小刚好。哎、那你这腿现在不错的话，你年龄越大的话，它将来的恢复越不好呀。哎，不能负重，不能长时间。这个完全恢复要多久？一年多。哦，一年。一年是这一年都不能工作还是怎么样？都不能工作。哎，那你是取钢针还是取螺丝？都取，全部一起取啊！一个钢针，一个钢板，还有12颗螺丝。不打算去把它给取出来，再把它给弄好，不打算。暂且顾不上，也不是不打算，顾不上。我暂且一把这事情，要把我这腿上这钢板一取，这娃两个娃这估计就上不成学了。这在一年之内娃。上不成学，这娃现在这上学，你耽搁一年，这就搁下了。这以后这娃就没得这个机会了，我不能把娃这一生耽搁了。我这现在上了年龄了，说个不好的话，无所谓，只要把娃盼成，这就是我的愿望。这个地方呢，是我第二次来，我是，哎呀，我你。爸爸真的是很不容易，孩子也很努力，成熟了也很多。再一个就是特别的懂事儿，而且对我来说，我就对家里头的这种亲情不善于表达，所以我今天我就特别感动，他又很直接的可以这样表达的，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我学习的。社会上的这种慈善团体蛮多的，但是慈济与众不同的就是让我能够这些年感受到的，就是从一个名字。这个人需要帮助，到真正给到他帮助，这个过程中事无巨细的，从入户的走访，一直到最后的这样一个发放。那其实我们在走访的这个过程中去体会的，就是我们去到案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那种心路历程吧，去体会他。比如说像今天我们走这么陡的山路，那我就去体会他回来的时候的那个路有多难走。然后到了家里，看到在现在这样的社会，还有那样不错的房子。然后也能够去体会他们的那种苦，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他们在教育我们，让我们去珍惜我们去拥有的东西，说是去看到他们的苦，去帮助他们，但是更多的从心灵上来说，我们彼此都是一个陪伴和关爱。好的很，你看一看这一小，你看是不是这个很帅，有没有？嗯，这个小的眼睛都没有了。我开始去勇敢地去表达自己的想法。
然后还有我想说的话。再一个就是我很喜欢来到这里，有一种家的感觉，感觉都是我的爸爸妈妈亲人一样。第一次去慈济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在哪儿，就是很好奇又有点害怕吧，因为是陌生的地方，然后去了以后就觉得很温暖，很少没有太大关系的人那样对你那么好那么友善，后来去多了就感觉跟回家一样，很温暖。宝贝宝贝聊咋嘞，最深刻的肯定是我的师姑王琴师姑，她在访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她，但是我有看到照片，然后我当时第一眼看见她是王琴师姑的时候觉得她很慈祥，然后后来就是每一次有每个月会有聚会，她给我的印象很深刻，是一种温暖，妈妈般的温暖。我第一次见到王琴师姑的时候她给了我一个拥抱，很暖的怀抱。这么多年吧，就是妈妈不在，很少从别人身上感觉到那种关爱。真的，真的就是温暖这个词，真温暖这个真的我感觉很适合。然后当时当我见到去了之后，发现师姑师傅们都在门口们都在等着我们，欢迎孩子回家。当时我那种感觉，哇，不一样啊！对我来说，真是一个就是一个家。我们西街这门有福分，有这么多的师姑啊、师伯啊都来帮衬他。按我们的话说，就是他的命运太好了啊，有这么多的好心人来支持他、帮衬他，感到很高兴，心里特别爽。他每次去搞个啥活动啊，他们包饺子啊，他都发过来叫我看了，我心情非常高兴，非常感动。这里我父母都没有做到的，就别人为我们父母做的，确实还要周到一点。能不能以后，那肯定能力能不能报答一点？就这样的想法。我也是个不善于说话一个人，但是言语上表达不出来，只是说个内心的感动，对替大家，你帮助了我娃，还帮助了我家庭，哎，人拿人内心说实话很激动，人也上了年纪了，本来也没有文化。绝对本身的只是说不出来，希望他都把事都成，在社会上有那份能力了，给社会做点贡献吧。